是没有了嘛？那会不会？那我们的静脉曲张的血管的话，基本上已经不是健康的静脉，它不会帮助血液回流。好，那我们拿掉这一段没有了，但是我们有很多其他的侧支的静脉系统，有很多吗？很多，对，下肢有很多侧支静脉系统。好，就好像我们这个下雨哈，你在路旁边可以看到有水沟嘛，对不对？但是其实我们每个城市都还有下水道啊。可以让血液回流回心脏，所以它有其他侧支的系统会发育出来。我这里啊，忽然长出一个肿瘤，对，那我去到荣总啊，到振兴去检查，他说什么科都检查了，他说不知道，是拿那个针打进去啊，是不是吸出来有没有脓有没有血，但是也不疼也不痒。差不多有将近一年了，他这个与这个刚才讲的有关系吗？如果他会做这种测试，大概就不是静脉曲张，好，静脉曲张就是血管看起来很鼓啊，那个才是静脉曲张。对，它就是这一个瘤子一个瘤子。如果摸起来是硬的，大概就不是了。没有软的。软的。嗯。我们静脉曲张基本上就靠眼睛就可以诊断，一看就静脉鼓起来，那个才是静脉曲张。那其他的哦，可能是其他的病啊，就不是静脉曲张。但是我检查三个医生都说没不知道，目前检查不出来。他没有建议你手术把它切除掉。他说没有，那他说没有理由开刀吗？都不要切除啊。他说那个你不一定不疼也不痒。如果三个医生都讲不用开刀，大概就真的不用手术。静脉曲张就像这样，哦，静脉都鼓起来了，哦，这个就是最典型的。他这就是鼓起来了，鼓起来，别的就是这个鼓起来一个，软软的。可以等一下，我帮你看一下。啊，谢谢。还有其他问题吗？小腿连接就是最好的话还是从远端穿啊，因为如果只用小腿那一段哦，如果这一段有压迫到那里远端那个脚哈，最远端脚那个地方，脚盘那个地方，静脉回流会变差，那地方有时候反而会肿起来。对，那请问可以靠这个脚可以靠这个？没有问题都可以。可以靠，那靠到小腿都没关系。没有问题。是本来就会出，跟泡没有关系。泡热水。因为如果你已经有一些轻微的静脉曲张，它随着时间一定是越来越严重。你不做手术，它以后就是越来越严重。而你三弹性化只是让它恶化的速度变慢，它也不会不见。当然，你说去泡热水澡会变严重，它不至于会因为泡热水澡变严重。请问一下，我这个两只的腿都胖胖的。哎，对。哎，那这样久了，越胖，那这样是什么？基本上那个是正常的。啊？因为人是站着嘛，站久了脚一定会比较长，比较胀。这下腿都好胀哦。对，如果你有这个情况，可以考虑穿弹性袜。弹性袜。可以考虑穿。弹性袜穿起来很痛苦的。很不舒服，不过你可以买单数低一点，一般我都建议病人买200单呐、啊，哦。200单就比较不会那么紧，还勉强可以了。我是想要检查了，检查可以啊。我的门诊时间是礼拜一或礼拜二下午。礼拜一、礼拜二下午。对，血管、心脏血管外科门诊，可以挂门诊，我帮你排一些检查看一下。怕是怕深部静脉有血栓呐、啊。请问您哪一位医师？我是林大夫。林大夫。对。我还没有问。好，请坐。我这个脚就是有这个。有这个肿胀很不舒服了、啊、那晚上医生叫我说放什么高一点就好一点，对，那这个状况是需要治疗吗？如果他们血管没有像这样有静脉曲张不用治疗。有啊，有已经有这个跑出来一些了。对，已经有跑一些出来了、那就看你觉得症状有没有严重到造成你生活上的困扰。那就是
就是走路走多了或者想坐在这里哈，就很不舒服了，那需要看病了吧？要检查一下啦，然后深部静脉没有问题，那你如果觉得很困难，就把表浅静脉抓掉，可能就会有改善。哦，那泡温泉？没有影响，没有影响，它不会变好，也不会变差。哦，没关系。可是泡完觉得舒服一点呢？你觉得舒服一点的？哎、那好、啊，那就那可以吗？哦、没有，不会泡，不会弄坏掉嘛？不会，因为泡温泉变好或变坏了、哦。你说我要泡温泉，那个静脉曲张不见，那不可能、哦、是啊、但是也不会因为泡了就变严重。林医师，请问一下哈、我们的静脉曲张就有点像蚯蚓那样的，就是这个弯弯曲曲啊。对，这很严重了、可是已经很蛮久了，那个时候穿弹性袜，穿了。就是医生说了，他不会恶化，可是他也不会，他都在。不会好，不会好。而且还有一点点粗这样的哈。对对。那这样的话，想请问医生，还是手术比较好？如果你觉得造成你很困扰，就安排手术。如果你觉得我本来就都穿长裤哦，虽然静脉曲张很鼓，我每次回家要洗澡看了都觉得很难过，但是你觉得没有症状也不会痛哦，那你想要开刀就怕。会胀。啊？会胀。会胀，那你就觉得有没有严重到你？激发你要治疗的动机。有的人他症状有，但是很轻微，但是他已经几十年，他觉得 OK 没问题。那这种没有并发症、没有发炎、没有出血，我都建议病人那就不要处理他了。哦，那有的如果说他症状，他觉得造成他生活很大的困扰，哦，甚至有发炎啊、有出血这个，我就会建议他要积极治疗。没有，就像这种静脉曲张，如果这么鼓了，哦。但他如果没有任何并发症，他不见得需要手术。爸爸，我这里要装四个支架啊，这里装心率调整器，但是我朋友啊送了我两双的弹性袜，他说他对心脏有帮助吗？我对心脏怎么个我，但是我穿这个实际没有什么帮助啊，我就不穿了。没，也不是说有帮助啦，就是说如果你有穿弹性袜，有时候可以预防一些并发症啊，比如说。就比较不会深部静脉栓塞、啊。那朋友跟我讲，他说是对心脏有好处，有好处吗？对，如果是我不会这样讲。哦，那是。我会跟你说，你穿它就要对你心脏有帮助。哦，那是那。好、哦，谢谢。哎，谢谢。它不会比较好了，就是说，它可以缓解症状。就是说，本来脚会胀，你抬了以后，哦，搞不好那个胀的程度会改善。但是当你胀起来，搞不好过五分钟你又看到那静脉又跑出来，它不会比较好，但是可以让你症状比较缓解。啊、症状缓解有时候也蛮重要的。我静脉曲张的问题是这样的，因为大家看我列这么多静脉曲张，各种程度那个严重程度都不一样。那这个每个治疗的方法哦，其实每个病人都。不太一样，有时候要根据病人的情况、哦、根据他的想要治疗的意愿、哦、那甚至跟他本身其他的疾病，例如说他的心肺功能已经很不理想，年纪又很大、哦、那你说他去动静脉曲张的手术，大概危险性就是比较高一点、哦、所以如果你有类似的问题，有相关的问题，你就最好就是找心脏血管外科医生、哦、那请他帮你仔细评估一下、哦、那看看有没有需要去做很积极的治疗。所以一定要记得，就是说，没有并发症的静脉曲张，我一般是不太建议病人去做处理的、哦、但是如果他有并发症呢，我会建议他要赶快积极做处理、哦、不然的话，他以后可能一次比一次严重、哦。像我这个上礼拜有一个病人，哇，那个静脉曲张非常非常严重，甚至都溃疡了、哦、但是他因为他说他现在只要一请假、哦、他就要被辞工作、哦、他不愿意手术、哦、但是我后来还是劝他了哈。哦不管怎么样，这个脚的问题还是要解决哦，不然他以后越来越严重哦，越来越严重就很麻烦哦。那我就会很积极劝他治疗哦。那如果你因为虽然严重，但你没有并发症，你也不觉得对你外观有什么影响，那就跟他和平共处了哦。我有个晚辈啊，他每天要站四个小时，那我这个弹性袜给他穿，弹性袜可以送给他。嗯，送给他，都有那每天要站四个小时，有用啊，可以送给他，有用啊，啊有用，脚比较不会胀。啊，谢谢。对对对。那我的腿软有没有用啊？请问一下，那个像手术啊，或者雷射这边是都有健保，这是第一个。那第二个，像这手术是
OK， 好。雷射哈、哦，只要做雷射，健保都没钱，都是自费。哦，你如果是血管内雷射，大概要花40万块钱左右。那血管外雷射，哦，那种很细的用打的哦，那个就要看你打几发。哦，那个每个医院收费可能不太一样。哦，那另外一个就是要休息多久哈、哦，这个其实是很实际的问题。如果你做很彻底的手术，那你的伤口比较大，你的恢复时间可能就会比较长。那当然每个病人情况不一样，但是开刀的病人我大概都是跟他讲哦，原则上术后啊大概2个礼拜就可以恢复到你现在的活动的情况哦，除非说你有一些其他的并发症产生哦。那当然有人很厉害啊哦，我病人有的开完3天他就到处跑了、哦、很厉害，那个体质可能特别好哦，本身痛觉也比较很能承受哦，所以这每个人会有差别，不过基本上大概开完刀以后2个礼拜、哦、可以恢复到你术前的活动的一个情况。我请问医生，这个病、哎、你所谓并发症，医生讲我都没听懂，这并发到严重的时候会变什么样子，整个身体状况、哦、很严重的、嗯、皮肤会烂掉，皮肤烂掉会整个变得很黑啊，下半肢都是黑的。那现在对于这血管啊心脏啊其他地方都没影响？如果是单纯的静脉曲张不会有影响哦，它会局限在这个地方，但是如果有发炎就不一样哦。如果说它因为这个小伤口有细菌跑进去，沿着血管一路往上跑，整个血栓都发炎，整个静脉都发炎，那个就很严重，那个就要赶快打住院打抗生素治疗。好，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好不好？我比较慢来，我想我的问题哈、哦，对，就是说这个静脉曲张跟那个心脏。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。可是哈、哦，因为我父亲他也是静脉曲张哈、哦，对，那他是男性的，就是我姐姐比较经验没有来哈、哦，他后来去检查说他的心脏扩大，哦，那没有关系。那是不是血液循环上有一些不良的？没有，单纯的静脉曲张跟心脏不会有关系，那没有关系。好。如果大家所以单纯是怎么样一个问题？什么意思？因为我是看这个你的报告上面简，就是你的介绍上面是你是心脏外科的嘛？嗯、对。那你的讲题是这个。对。那你心脏外科的话，在做这样的一个咨询的话，是这个方面有关系吗？有关系啊，你就。如果你父亲愿意，你就请他礼拜一或礼拜二下午，我在内湖有门诊，请他到门诊来，我再详细跟他解释。哦，好。如果大家没有，因为也没什么时间了啦，但是他说，准备三个，这个有3个礼物了，哦，所以我就。